当什么弹珠，不论又被打，传说到人队友，就原谅我嘛。嗯，所以这个手虽然小，是不理人家，讲的人家觉得很不悦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你看，你要一套女乐给我看呢，来，你看是，好。不好吧？那台下的观众，以为人家是赵刚的《山上优雅》怎么办？你觉得呢？宝贝，这小段你很喜欢吗？哇塞，这是以后，对，有胸有腿有点干的。宝贝，既然这样，你向我来听说。 你高中时候体能很强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其实也没有啦，你知道选修训练非常的严酷，还好啦。那可以修点体能吧，人家想看。好吧，高刚科里秀给你看。高刚科里，你受不了，有事出了，来，宝贝，哇，宝贝，你真的好厉害哦。 宝贝，高刚是70、20年代，治疗生理、医疗心理，已婚夫妻、未婚男女，想要 happy 都请前往观赏。宝贝，那个好棒哦，在我们度蜜月前去喝开那个吧。宝贝，一起来，请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